爆满还是爆满，花东景点都是人潮，暑假期间还有热门饭店价格翻涨，依旧一房难求。反观都会区饭店订房相对冷静，北市五星饭店落难，赶快推促销抢客楼。龙虾下锅炒热，带出鲜甜，超大只龙虾北美滋味，老饕超爱。现在不用跑餐厅，住宿竟然就能吃得到。有饭店推出龙虾专案，八月底前双人入住就能在客房里大吃龙虾分享餐，每房6000元，下杀2.7折，每日限量20间。冰砖削成细薄片，加一匙芒果和冰淇淋，炎炎夏日来碗芒果冰消暑。另一间北市五星饭店主打3300元就能入住，还加送300元知名永康冰品折价券，就是觉得我赚到的感觉。国五嘛，就是南下都很塞，然后北上的话就还蛮通畅的，所以就比较喜欢往上。我们台南爆多的，能爆多都不想留在台南。还有饭店寄出，只要拿出今年在同集团消费满2000元的发票，就能以2200元价格入住，打了超过5折。以往来说，我们最主要的客群是展览客跟国际的商务客。那目前在疫情的影响之下，我们转为国旅的客人是占大概80%以上。台北五星饭店下杀折扣不手软，毕竟国际旅客归零，想要振兴国旅，只能拼自救。三立新闻特约张轩台北报道。